少年，我拼一回，谁捌讲过，世界一定是咱的。动力火车和九一合唱的《叹笑脸》，沧桑嗓音唱出和朋友相逢的感触。当上年节，相聚热潮成拜年神曲，超接地气的台语歌词引起许多人好奇。是丧事，歌词中的丧事，不是那边 A， 松一下。B 得意，请问。应该是 B 吧，是一定是得意啊，得意，得意，正确答案。动力火车年节也实际前往东区街头抽考大家歌词含义，一连考了 Marse、Sunse 和棒风吹。棒风吹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念啊？颜志玲，快点啊！用唱的，用唱的。喊你去哪里？听你，这句是你唱的呢。你叫你听你的棒风吹。吹牛，吹牛。第一放风筝，放风筝嘛。哎，吹牛。答案是吹牛，吹牛。哎，是吗？对对。They must say。微醺还是嘻嘻哈哈，得到的答案五五坡。这回登上串流平台即时及日榜双榜的冠军， MV 半个月冲破百万次观看。另一首新歌则是唱出收假心境，那是沙坡的水让我抢回时间，弹出问候画面，可能都只是幻觉。乐团守夜人新年带来新曲，陪伴白天过度工作、夜晚迫切需要时间的人们，用音乐舒缓焦虑，唱出大家熬夜就是不想太快过到明天的心情。MV 在开工后上线，巧妙应景，许多歌迷听了都直呼真的舍不得睡。TVBS 新闻庄雪红婷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